我从小呢就算是一个蛮独立的一个小女生，我有去打工，然后到现在呢，我还是在帮补家庭，不管在驻唱，在婚宴里的表演，还有公司的一些宴会，我都有去参与表演，我有参加音乐剧。 参加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。我会的乐器有 classical piano， violin， trumpet， gamelan， chalempong， 还有 sabe。音乐方面呢，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歌声还有感动，去感染其他人。